你好，欢迎收看1月16号的管理侠新闻，我是陈慧玲。就要放寒假了，流感也伺机而动。新北市卫生局从1月7号起全面施打公费流感疫苗，只要涉及新北市的民众就可以前往卫生所施打疫苗。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记得先确认疫苗是否足够，以免白跑一趟。学生们就要放寒假了，而农历年节前后往往也是流感的高峰期。新北市卫生局从即日起开放涉及新北市的民众免费施打公费流感疫苗。新北市政府为了有效的控制在农历过新年之前的流感的疫情，所以有扩大，只要是新北市市民，涉及在新北市市民6个月以上的哈，每个民众都可以来接种流感疫苗。那我们在这开始这个礼拜，陆续都有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都有来接种。那每天大概都有20剂左右。新店卫生所也在每日上午看诊的时间为民众施打流感疫苗，只不过要提醒民众，因为各地卫生所分配到的疫苗数量不同，因此民众前来接种疫苗前，记得先联络确认疫苗是否足够，以免白跑一趟。如果要来辖区内卫生所来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我们的疫苗数量有限，在来之前请务必打电话来询问疫苗剩余的支数，这样才不会造成大家白跑。我们也希望有效让这批疫苗能够发挥最大的预防效果，所以才会在1月初就开始来扩大全面，只要是新北市市民都可以接种的服务。另外，新店区卫生所也在每个月的2个星期5进行口腔癌、子宫颈癌、乳房筛检、大肠直肠癌等4大癌症的筛检，希望民众多多的利用。每个月2个礼拜5上午，记得来卫生所做癌症筛检哦。记者曹德华采访报道。